准备一条两斤重的黑鱼，切片把鱼片腌好，鱼骨下锅穿水，加入底料豆芽，煮熟出锅，煮熟出锅，加入少许色拉油、紫姜丝、泡椒、蒜下锅煸炒，加热泡椒紫姜酱两勺，下锅一起煸炒，下入高汤一大勺，加热鸡精十克、味精十克、胡椒粉少许，腌好的鱼片下锅，30秒煮熟出锅，下入一两紫姜，出锅装盘，用加热泡椒紫姜酱做菜就是这么简单。耶！泡椒紫姜鱼已经做好了。